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有一个大模飞机坟场，这里就是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。由于亚利桑那州气候干燥，湿度极低，常年少雨，这能大大延缓飞机升修和降解的速度。另外，坟场所在的表层土下面是粘土般的盖质层，有了这种硬度极高的下层土，不必修建耗资巨大的新停机坪，也可以直接将飞机停放在沙漠中。图森得天独厚的环境提供了成本低廉的存放地。大模飞机坟场占地约 10.5 平方公里，这里停放着大约4400架飞机，包括各种型号的战斗机、运输机、直升机和无人机等。这些飞机大多数都来自美国空军、海军、陆军和海岸警卫队，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航空器。这些飞机通常会被拆解、回收和销毁，或者被出售给私人收藏家或航空公司。让人意外的是，那些退役的飞机不是降落到这里，然后把它停好，把钥匙交给管理员就行了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。很多飞机虽然看似闲置，但却必须在必要的时候具备重新服役的能力，这就需要采取很多措施，比如任何在航空母舰上服役过的飞机都必须经过彻底清洗，去掉机身上带有腐蚀性的盐分，还要放干飞机的油箱和燃料管线中残存的所有燃油，并且使用轻质粘性油进行冲洗，确保所有活动部件都得到充分润滑。之后必须安全移除所有引爆装置，例如激活弹射座椅的燃料，然后所有管道或路口都用铝带覆盖，整个飞机则会喷涂上一种很容易剥去的涂料，先涂两层黑色，最后再涂一层白色，以便反射沙漠中灼热的阳光，使飞机保持相对凉爽的状态。这里的飞机都处于不同程度的修复状态，有些会尽可能接近正常运转状态，以备日后有紧急需要时再次升空。还有一些退役的飞机专门用于提供备件，但是这些零件仍然会安装在飞机上以满足需求。这里还有一个熔炉，将多余的飞机分解后进行彻底回收。由于这里的多数飞机最初的组装线早已封存，所以这里配有大约40万件工具和机械，可以制作一些特殊的飞机零件。不光是美国的飞机，世界各地的飞机都可能在这庞大库存中找到合适的备件。